在祷告的时候，可能你会感受平安了，你就更投入。耶稣，我需要你，闭上眼睛。哦，留意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舒服的感受，有没有平安的感受，是神带来的。你投入的话，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耶稣，你爱神，神就来到你身上，你可以经历神的同在。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。投入，投入哈，每一个投入爱神，让我出来哈。投入，相信神爱你。我爱你。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爱我到永远。耶稣，爱我。耶稣爱我到永远，哈利路亚！你有没有感受一种舒服的感受啊？这个就是神带来的，你们有没有感受舒服的感受哈？你有的话，你就感谢神，感谢神，继续爱慕神。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仰望你。投入的爱神，神啊，我爱你，你就在这里，你在祝福我们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投入的爱你，你就在这里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每一个都留意哈，在按手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感受舒服、平安、轻松？耶稣，闭上眼睛。啊，每一个都继续闭上眼睛。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需要你。耶稣，我感谢你。耶稣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你们走过来，走过来，你们走过来，走近一点。走近一点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我深爱你，哈利路亚。你留意有没有平安、轻松、舒服？有的话你保持，你投入，你会保持。然后你每一次祷告都进入这个状态，投入的爱主，每个都投入哈，投入爱主。耶稣，我们需要你。你投入的话，你会经历平安、轻松、舒服的。你会觉得很舒服，就是神的同在带来的，除掉我们的重担烦恼，加给我们力量，很觉得很轻松，很舒服。啊，哈利路亚！你感受什么？你感受什么？你说出来。你平安喜乐啊！感谢天父，你更投入的话，每一个更投入，神的同在会临在你身上，祝福你。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。爱我到永远，耶稣爱我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爱我到永远，耶稣爱我到永远，耶稣爱我到
爱我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我全心爱主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想着耶稣在前面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。眼曾见，耳曾听，清楚在圣经记明，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。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。眼曾见，耳曾听，清楚在圣经记明，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。感谢天父，天父爱我们，天父看重我们，每个都是宝贵的。谢谢耶稣，你看我是宝贵的，你看我是重要的，每一个都重要。赞美主，我是重要的，我是宝贵的，我相信耶稣的恩典，我相信耶稣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我相信耶稣的恩典。投入祷告，投入祷告，闭上眼睛啊，想着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你现在感受怎么样？有没有舒服平安？在神同在带来的，你就投入相信神的同在。耶稣，想着耶稣在前面，耶稣，我渴慕你，我渴慕你，我欣赏你，我欣赏你，我需要你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有神真好啊，有神真好啊，耶稣最美好，耶稣最美好。你尽量停留在这个神同在的状态。耶稣，我们投入的爱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感激你，我们相信你，亲近你。有神真好啊，有神真好。哦，闭上眼睛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
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你同在领我完全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你同在领我完全。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欢迎耶稣，欢迎耶稣，耶稣陪伴我们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了，我问一问你们，在祷告时有谁觉得一种平安啊，轻松啊，有平安轻松舒服的，有没有啊？有的请你举手，请你举手，请你说出来你的感受是怎么样，说出来，谁有感受的说出来，大声说出来好不好？很轻松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，平安，开心。觉得肩上有点痒痒。有痒痒什么？肩膀有点痒，痒啊。但身体有没有舒服啊？你看，这是神带来的，你。还好。还好，你形容出来，还好怎么好？可以。你说。感谢师傅，心情好。心情好。啊？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。啊哈，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带来的，越来越平安。你投入，听一听，安静安静。如果你每一天用更长的时间，你站着放松自己。来，现在每个站着，站着，闭上眼睛，举起你的手，想着耶稣，耶稣，你试试，耶稣欢迎你，想着耶稣在前面，耶稣我欢迎你。耶稣，我需要你。欢迎耶稣，我爱耶稣，我喜欢耶稣，我赞美天父，我赞美天父，我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。赞美天父，哈利路亚！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你这样祷告有没有感受啊？你每一次投入更长的时间爱慕神，越来越平安喜乐，越有力量。你经历越多，你投入，你经历越多，将来你为人祷告也有能力。希望你们都明白哈，都。我这个脚都大家都抹的马特再也抖过牛的脚。本来是怎么样啊？现在很痛了，要不？现在要不痛了，要不抹抹马。你来的时候还痛吗？啊？你来的时候痛吗？来时候还有点痛。还有点痛，他说腿来的时候还有点痛。来时候痛就是。现在不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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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天父啊！感谢天父。你们有没有谁有感受医治的、经历医治的？有没有啊？我的头。你的头怎么样？对，我的头，你这样搭上去的时候感觉很轻啊，很轻，一下子都给我带起来了一样。对，头对。好了，我们就看到神很真实，希望很柔和。柔对，我的头很痛，那个头皮是紧绷的那种状态，很沉重。对，但是对你这样一按手，好像轻松了。对，很轻松。你们就看到神很真实，希望你们就爱神。